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玩乐歌女。这一局我戴着一个独角兽的头套，当好人出发。我是好人，我是好人呢、啊。弯腰，弯腰，弯腰，很好。嘿，出发。嗯、没有人工程师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四号、六号看到我，应该可以猜出来我是法医。粉红色，七号面刀，七号面刀。悠悠刚从厨房出来，我刚从储物间出来，我们两个一起往右门关住了。门打开之后，七号就把二号杀喽，头七号。好啊，哎、欸，我真的好卡哦。认罪了。好哦。十号工程师，然后七号认狼了嘛？因为七号刚好在那观景台那边说耳鼻你在哪里，所以四七双狼先票七啊，经常把四枪一枪了。笑死了！我刚刚正准备去厨房倒垃圾的时候，在从餐厅过去之前，有看到二号。后面是那个 LB， 我本来想说，哎、欸，二号死了，应该是 LB 吧。然后就现在是六号抓到七号面刀，那这 LB 应该也是狼。天哪，我快疯了！我儿子刚在吃橡皮筋，然后差点吞进去，然后他就吐了。我正在处理呕吐物。二五有人是工程师是不是？不然十号怎么会说谎？一号还跟着他说谎。八号应该可以保我吧？我刚刚明明就在看监控，然后我有看到史诺往客房那边跑。八号应该可以保我，他在后花园转盘，我还进去看了他一眼，然后我就走了。我是狼，我刀他就好啦。十跟一的话，我觉得一更怪，十很像小丑。没关系，先投七。先票七，好，先票七。先票七。然后那个，反正好人还这么多，先签签看七，签签看四号啦。哎、欸，其实你要敲我，你耳鼻在哪里？说谎，一直都说谎。可是四号这样讲，我觉得四号是好人呢、欸。我觉得四号是好人，我听起来好。耳鼻你要在哪里刀？耳鼻你要在哪里刀？好，好不好？七号，七号。这样听起来，四号不像坏人啊？难不成我又判断错误吗？没关系，让我们继续看下。去哎呀，太快了吧！警长，你说我好，你还去呛我。一号跟三号有鬼啦，十号应该比较像小丑啦。一三弃票，我还是要票一。三号刚刚说处理小孩吞橡皮筋的事情，我能理解，我原谅他弃票一次。一号、十号，哎、欸，九号也不见得放好哦。九号，你刚刚不是刚刚上一案报告之前，你人在哪里？露天游泳池。哇哦。九号在露天泳池哦，那蛮怪的，因为我是工程师，我没有解通讯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看到九号跑进去露天泳池，所以他说到拍尸，他还在露天泳池，蛮怪的。那我很抱歉啊，我刚刚真的在观景台听到说耳鼻啊，你在哪里？可能就幻听，真是很不好意思，跟好人说声对不起。我这边工程师哦，我跟你讲啊，四号，如果今天换作是我。
哎、欸，那个悠悠的后面是我，这样过去你去那个什么厨房倒垃圾，如果没多久死的话，你会不会怀疑我？你一样会怀疑我嘛？对呀、啊。然后这个九号刚刚，任务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已经在泳池那边了，然后他这个时候还是跑去泳池那边，他也没金水，没金水的话，他一直跑到游泳池要干嘛呢？七号任狼，你不去投他，你管票狼是谁啊？你去弃票、啊。三号跟七号，三号跟我有投。三号跟七号，我有投，七号我有投。我看到你的是弃票。一三七票，五个有投，只有三七弃票。对，好像三七弃票哦，好像是哦。我们先弃票好了啦。还是要票一，我真的吗？不要弃。哈，好吧，我听掰咖的，投就投喽。你们这什么头发、啊？完蛋了，完蛋了！可恶！工程师嘞？好。有点可怕，怎么办？哎，拼一点任务是能做完的啦。最后一个了，喂，工程师解不解？呀！死光了！最后一个任务了啦！为什么工程师还说谎啊？好呀！我真的没有讲哦，我真的没有讲。对啊，根本不可能，我又不是狼。完了，十号耳朵出现了问题了，幻听。我才不会用耳鼻说要去哪里刀，我都幻听了。糟糕，确诊了啦！确诊耳朵有用吗？确诊的话，耳朵有差吗？不知道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是玩乐歌女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